高挑身材，身穿连身削肩礼服，名模赵梦姿大露性感锁骨，现身热闹的信义区，为知名美妆店所举办的香氛大赏活动站台，大方与粉丝玩起猜猜乐游戏。有闻到吗？有闻到的话呢，请帮我把这一个香水的答案写在我们的白板上，好不好？时间到了，来，请翻板。活动中，各大国际香水品牌在信义区街头摆设摊位，邀请民众在20款知名香水中票选属于自己人生中独一无二的记忆香味。对于味道十分讲究的赵梦姿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。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异性，为了吸引异性去买的香水，然后那罐香水是一个非常甜，然后味道有一点强烈的味道，那也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味道。所以我现在常常走在路上，如果闻到有女孩子身上涂的是我当初买的那罐香水，我就会让我忽然间想起那段想要引起学长注意的日子。为期一个多月的香氛大赏会在北中南各地巡回举办，不但让民众能够近距离与偶像做贴身互动，更能借着试用香水的体验回味记忆中那段有故事的香味。 Now News 新闻，甘正国、宋元璋采访报道。